顽童目前参加中国说唱巅峰对决，今日赛事来到二对二竞技，其中瘦子搭档的是欧阳靖，两人改编了瘦子的歌曲《祖先》，在舞台上展现出最纯粹的饶舌表演，瞬间炸翻全场。事实上，在瘦子上台时，因为穿着较朴素，引起现场 rapper 热议。对此，热狗则表示，当他戴帽子、穿着很休闲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今天要干大事了。此外，中文不是很好的欧阳靖常常因为语言问题遭到质疑。不过，为了这场演出，他特地飞到台北和瘦子一起排练，最后两人更顺利赢得比赛。对此，瘦子也直呼真的太佩服欧阳靖了，因为他很喜欢嘻哈，所以一直学习中文，想要写出更好的歌曲，自己就会有一股热血，想要和他一起完成目标。Bye.